无论是哪样环节，程序跟足指引不要迟，投入尽责别随意，防护措施应记住，做个职安真汉子，承担起改变要坚决，言语若接驳电器，防范碰上会触电，围栏在妥当位置，场地设置稳固工作台，防堕知识要留意，全赖救生绳吊住，做妥职安措施，人高空工作有保障，无论搭建拆卸，能避免许多风险，同做个理性男儿，用我最清醒心智，严格处理一切化学种类，同样绝不再犹豫，亦记紧不可贪快，来共你再去创职安佳绩，良好态度来处事，改变我的际遇，维修要定期注视，求各位手足矜持。